大家好，我叫尔福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哥斯达黎加中国制造的东西。这是中国街，很多人喜欢来中国街买中国食物和中国的科技。我们现在来哥斯达黎加国家体育场，这里的体育场是一座位于哥斯达黎加圣何西的综合体育场，其实它是中美洲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和活动场馆，中国捐赠的这个体育场。这是一家很有名的中国餐厅，这是中国陈酒家。我的家庭和我每个月来这里吃饭，但是现在不可以，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，他们关门了。不过，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运用筷子，其实我刚开始用筷子的时候非常困难，不过我现在能很好的使用筷子。还有茶，茉莉花茶，茶的种类和功效打拳对身体很好。研究发现有600种的茶叶。最后一个，枇杷膏。你们肯定知道枇杷膏是什么，是一种可以舒缓喉咙痛、花糖止咳的药，在我们咳嗽时非常有用。我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支持哥斯达黎加，支持马尔福。